黄焖的牛腩，牛腩跟土豆，好好吃。好好吃啊！这个黄焖枪有活动，平时是发六包，是8月16号到18号24点，19.9块给大家发8包，多赠2包啊！你相信我，真的好好吃。我这个没有放其他调料，我姜都没有放。回去做黄焖鸡、黄焖排骨、黄焖那个土豆都可以。拜拜，相信我。今天我们吃这个香干炒肉，好吃。换了一个新的碗，空气碗。这香干一包是4块，全部都是现做现发的，没有防腐剂的，豆香味很浓，很好吃。炒青菜呀，炒肉啊，炒辣椒都好吃。